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炒这个灰煎巴吃啊。这个灰煎巴呢是一个阿姨送给咱们的，这个本来是咱们都是用来吃那个做那个早餐吃的，然后今天咱们来炒点那个，用来炒点那个肉，应该也是味道也是很不错的。爸爸，你，爸爸，不要下去。这个是那个猪肉，然后我们煮那个灰煎巴的时候，咱们炒下来，把这个猪肉切开了，先给它捞出来。我跑了来尝尝。哎呀，这个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啊？叫媳妇来尝一下，味道怎么样？啊，我要去吃。你爱打些糖，给嘴巴。喂，你们咋办呀？我买了大油锅，咋还重啊？我们还在这慢腾腾的。尝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？直接用手吃。是你说用炒吃的，好吃吧？好吃，好吃。会不会辣了？不会，应该不辣哈。很好吃的。去吃饭去了，去舀饭吃，吃晚饭。